五百只羊驼中有一只吐了口水会发生什么？五百个女巫互相扔毒药会发生什么？五百个僵尸同时燃烧会发生什么？一百只小白互相攻击会发生什么？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这类视频，不妨长按点赞吧。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